大家好，我是落日飞车的果果。那我是落日飞车的、欸。不是，通常应该是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落日飞车。然后我是落日飞车，哦、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你教我们。好，我们学习了。那我们再一次。好，好来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落日飞车。我是吉他手主唱果果。我是键盘手小甘。我是鼓手尊龙。我是萨斯风手浩廷。我是贝斯手洪礼。是的，他们就是我们第3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得主落日飞车。谢谢大家。讲了这个坐计程车，是司机大哥就跟你们聊了起来。没错，感伤啊。啊，感伤。哦，还行了、就是，还行。对。司机大哥很可爱，对啊，他应该也是关心我们啊，他比较怕我们玩乐团的是不是容易吃不饱这样。哦，对，很贴心。但是我觉得对落日飞车来说呢，这几年真的创下了很多很不错的成绩。前年拿下了最佳 MV 奖，今年拿下了最佳乐团奖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最佳 MV 也有入围，是很可惜，但我觉得那个 MV 真的拍得很特别耶。嗯，从跪祭开始，对那是韩国的传统的葬礼。当初为什么会要想要这样做呢？因为那个导演就是韩国的团队听了这首歌，觉得是哀伤的歌，但是又带着希望这样。啊，是死亡其实又是另外一个的开始，是对不对？是是是。好，刚才台上都是你在讲，哎，现在要不要也把机会也让给别人？来穿越一下，讲一下这个拿到最佳乐团金曲奖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还是真的很有感觉。还是真的很有感觉，真的很有感觉，很重吗？很重，很扎实，对不对？重量很够，是不太一样哈、哦。想跟真的碰到了，好，有什么想感谢的人，刚刚没有讲到的？有，我们刚刚都全部都感谢完了。我们刚刚已经全部都感谢完了，全部都讲过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其他想要再多说的呢？因为我相信这个2020对落日飞车来说也不是轻松的一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，很多的表演，然后或者甚至是录音，或者是创作合作都有影响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我想说，虽然疫情感觉在工作上或者是发展上会受到一些困难跟挑战，但我相信只要有一个爱音乐的心，就是音乐一定会帮我们引导出一条道路来。对，太好了，继续带给我们这个更多的好音乐，好不好？一定一定一定。